现在吴师傅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他刚刚换了锅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中间的锅在炒了。对，好。那现在人换了锅之后，那我们平底锅来先下少许的油，来这边。好，你来了，坐开来了，超爽。对，好，先闻闻看。好，这闻这个是。麻油好，对，沙拉油是没有味道的。好，那锅子够热了哈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加一点就好了。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对身体最好啦。所以这是来蒸的啊，对。OK， 现在有香味了，有香味了，好，很有感觉了。有，那再来的话就是香菇。对，香菇有那个炒炒也有香的作用。为什么选择香菇呢？第一方面是因为它有香气，那再的话是颜色的搭配。香菇，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个啪啪啪吗？因为碰到水了，因为有水不溶。是，好厉害！我除了会炒菜，物理还蛮强的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生的材料，红萝卜，红萝卜，对，那还有竹笋，芦笋，竹笋。竹笋再去爆香，要调味的时候先把火关小，然后关到最小。好，关到最小。哇，准备调味了，所以这个就是魔术时间了，对不对？要调味了。Mix power。来，那我们的调味料在这边。调味料，那依序来吧。依序，我们先一点点的糖。糖。一点点。可以，因为味觉都在手指之间。好。糖，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巴，盐巴，好 ，and， 哦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想陷害我，烹大师要登场了，嗨，这是煎鱼对不对？对，这是煎鱼口味。那分量大约有多少呢 ，Ella？自由心的，自由心的，会知道的。我觉得真的，身为一个厨师，一定会知道要放多少。我就是有那种敏锐度。所以吴大师不用说话，对不对？向所有台湾未知数同仁掌声鼓励一下。Magic moment。好，刚够了吗？好。你要再尝一口吗？我要再把火再关小一点。那 Ella 需要再尝一口吗？好，尝一口。就当间接和你老公接吻就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海鲜的料，海鲜们，对，海鲜，现在花枝镜。虾子进，干贝进，然后当三鲜下去爆炒的时候，就要开始开火。大火。对，开大火。这边你的二头肌要发功了。要不要请吴大师？因为料很多嘛。那吴大师可以帮他泡一下锅。吴大师不可以。不可以哦。我很独立的。那我来帮他做一点那个好欠的动作。好。OK。那所以这边大约要多久时间呢，吴大师？还是大概吧，因为海鲜都已经有一定的熟度了，那大概在九分熟。那我们现在炒大概蛮味道蛮淡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让 Ella 独自炒一下菜，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对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个干贝是 Carlo 想吃的 ，No worries， 对。好，那 Ella 你就拍个照，对。你可以举一下你手上的料理，给现场的媒体看一下，表示今天是来真的。